呢是我们的村安慰问宜兰县政府非常感谢所有的警察弟兄，还有我们的义警义消民防各位弟兄们，谢谢你们那呢，我们希望呢宜兰县呢能够平安顺利健康但是呢在春安这个期间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呢交通的顺畅治安的平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弟兄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除了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努力以外呢都抽时间出来做到咱的社会公益，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呢自从咱的言论节目当中对着咱的这所有的警察弟兄，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的弟兄们呢对你们的肯定，而且呢我们的局长非常的用心认真自从伊来伊当官，咱大家知影讲当讲重大事件，伊拢咧拍拼认真比如说南方澳的跨海大桥崩塌，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当工跟伊兰管政府当贼拍拼后来呢那黑鹰直升机这个事情，他们也都非常非常的认真，所以呢这也当工伊兰管当对着咱的跟警察弟兄，还有我们这些义警义消民防所有的弟兄们除了感谢再感谢宜兰关呢当讲咱需要呢当讲大家拢安全而且呢过年到呀一寡遮个所有不良的分子搁有咱呢这过年吼咱呢岁末联欢咱拢希望呢会当呢安全交通的安全，这拢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感谢各位弟兄们，谢谢你们辛苦了，宜兰关政府跟大家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所以呢咱呢义警义消民防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谢谢你们新年快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大家。